我就把所有的奥特曼都给我。罗呀，我给你找，我给你找。哎呀，豆豆，我们去哪儿给他找赛罗呀？放心，交给我的骷髅牌。神舟五蛇传奇版，这里面有新出的赛罗奥特曼，他找出来，贝利亚就会放过奥特曼了。快点，不然的话，你们的特利迦也会被我投入到黑化箱里。维克特·鲁加尔、捷德奥特曼、尤拉布、陈帆、捷德奥特曼，最后一张了。U，S，S， 一定要是 S， 是 S。好，接下来是 R。我要的是赛罗全部形态的限定卡，你们就给我找来一张，是不是想让我把全部的奥特曼都给挂了？没有没有，那就继续找赛罗的限定卡。好好好，这次我给你找。皮质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布鲁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、托雷基奥特曼，一定要是赛罗签名卡呀！呀嘿，这是什么呀？是赛罗的签名卡吗？是签名卡，但是。是艾克斯的签名卡。很好，不给我找赛罗是吧？那我就把这张赛罗也黑化了。住手！你看，我们又给你找到一张赛罗形态的签名卡，赛罗暗黑型。也就才两种形态，再找不到，小心你们的巨型奥特曼。维克特利奥特曼，看，终极赛罗，赛罗到底还有什么形态呀？盖亚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、乔尼亚斯奥特曼、捷德奥特曼、永恒闪耀特利迦，赛罗原始形态。你们太慢了，跟巨型迪亚说拜拜啦！等一下，我们又找到两张终极赛罗，赛罗原始形态，再加上黑暗赛罗和强壮日冕型，我们已经找到四张不同的赛罗签名卡了。你能放过迪迦了吧？这么久。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救迪迦了，我就把他彻底的黑化。我的巨型卡！门上贴着布莱德吗？我的妈！谁有这么好的卡呀？可是要借助布莱德后面的奥特曼门才能打开哟。你们，先我接。到底谁是泽开头的呢？找到了，布莱德泽卡。现在能开门了吧？还不能哟，因为塔塔尔塔洛斯。什么？因为我接四个门了？没错。有道理了，加，你加，
布鲁奥特曼。怎么样，就是想让你接触鲁开头的奥特曼。行，我接赛罗奥特曼、特利迦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、迪迦奥特曼。鲁开头的奥特曼没有，怪兽倒是有一个鲁格赛特。真的终于可以上厕所了。八、二、一，够了，值了，在这呢。不给，不给，就是不给。你到底想让我接什么？快点说。还想你接出艾迪的迪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迪迦，这个妈妈起给我了吗？迪，这迦后面还能接什么奥特曼呀？加古拉斯已经答过了呀。我怎么答不上来？先把纸给我呀！不行，等我们先想出来。三个废物，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还走。好，原来那三个都是他的儿子啊！你根本就不配保管库洛牌，库洛牌只配交给我这么强大的法师保管，怎么可能交给你这种废物呢？他说你是废物，我听得到，我才不是废物。哦，被我一张小小的复制卡就给吓到了，还说你不是废物。复制魔法我也会，百变能量复制卡复制反弹。够的，再给你们加点料，复制卡去。哎，我又出来了！哎，我又出来了！哎，我又出来了！这要怎么搞啊？这样放下就会出事了。熊豆豆，今天只是见面礼，如果想要来见我，就去三外山楼外楼去找我吧。哈哈哈。我要出来了。这个是戴拿奥特曼、高斯奥特曼、艾克斯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、泰卡斯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。哇，是奥特曼卡片！哇，小小，你居然开出了六个奥特曼！哇，快让我也来看看！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杰斯提斯奥特曼、赛罗奥特曼、格力乔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泰卡斯奥特曼。基利卡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，我也要玩奥特曼卡片。哇，这手办好厉害呀！我可以用故事玩吗？黑人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不会，要抢走我们的奥特曼卡片吧？你别做梦了，你这个坏人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跟你们一起玩奥特曼卡片，不会做坏事的。你说的话，我们才不信呢！你赶紧走！哎呀，哎呦，我不是。你赶紧走！哎呀，我真的只是想……你赶紧走！居然把我给轰出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傀儡卡，去，去吧。是。哦吼，接下来该我拆了，我一定要开出很多很多很多奥特曼。什么卡片啊？哎，看看，哇，钢铁武士阿古鲁奥特曼、钢铁武士布鲁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。风马奥特曼、贝利亚奥特曼，还有奈欧斯奥特曼和泽塔奥特曼。哇，居然开出了十个奥特曼！哎呦！黑衣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哎呀，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哎呀，太难了，我就去了医院。哎呦哎呦，就告诉我。医生告诉你什么？他告诉我我没有多少时间啦。什么？摔一跤这么严重？我就知道你们不信，我连病历都带过来了，你们看。病人姓金，病人摔跤引起的强烈脑震荡，可以马上到医治疗建议，请行且珍惜。居然是真的，你也太可怜了，你别太伤心了。哼，很好，他们相信嘛。我真是太可怜了，我舍不得你们呀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还有我在呢，我来帮你治疗。治疗卡。不好，不能让豆豆施展治疗卡，给我卡去。去。啊，居然没用。啊，别试了，没用的，我太可怜了。虽然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你确实太可怜了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你还有什么心愿，赶紧说吧。我们尽量帮你实现。哈哈哈哈，正合我意。傀儡黑人，快点告诉他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要是你们能送我几张奥特曼卡片就好了。啊，这个豆豆，你看他这么可怜，我们就把卡片给他吧。是啊，你看他，这是最后的心愿了。是啊。你们说的对，那这些，哎呀，那就都给你吧，给你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到手了。等等，你的病历掉了。假的？什么假的？糟了，穿帮了，快跑呀！快跑，快跑呀！快跑呀！快跑，快跑呀！黑衣人，哪里跑？骷髅牌，去！赶紧开始第二个吧。
是我新得到的宝贝呀、啊！是谁？是谁打我？是谁？是恶魔？哎呀，是谁？是谁呀、啊？凡人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听话帽，听话遥控。哦，你，这个东西怎么用的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豆豆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在桌上。小小刘，哎，太好了，有礼物！哎，来了来了！礼物！哇，好漂亮的帽子呀！哎，让我来试试。哎，戴上了。哦吼，熊豆豆。啊，黑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哼，你管我！熊豆豆，把魔法球还给我。你坐。哦吼。好的。你的魔法球给你。这个东西真好用。啊，黑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送了你一顶帽子而已。什么？这是你的帽子？哎呀！哦吼。哎呀，取不下来。你没有我的命令，他是不会下来的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哎，你太厉害了！哎，还没有我。哦吼！把你的骷髅牌交出来！哎，不行。好的，骷髅牌变。给你。哼。哎，还掉了一张。不错嘛，有觉悟啊！传送他去，给你。给我按妈的电吗？是。SOS， 这不是国际局的信号吗？这是谁在求救啊？你再观察观察。哎，行了，哎，去给我倒杯水啊，我渴了。好的。哦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好。豆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豆豆小小，快救我！黑人控制了我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呀？啊，别慌，我有个好东西。啊，这是催眠糖果，你们懂的。你们这些小伎俩，我看你们怎么就熊豆了。
毁掉，毁掉，全部都毁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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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！啊！我们的龙战士星云怎么都被弄坏了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我知道是谁做的。是谁？让我知道，我一点都不怕。想让我告诉你们凶手是谁也可以，不过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条件就是打败我手上的龙战士星云。好啊，豆豆，不行啊，我们的龙战士星云都被弄坏了，怎么跟他比呀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最有办法。吐了牌去，开始吧，黑衣人。好，那我就先派出我的飞翔形态。话不多说，开战吧。好，火焰形态发起冲锋。飞翔形态发起冲锋。啊！不相上下，这怎么分胜负啊？别急，我还没使出绝招呢。火焰形态，使出流星烈焰冲击。飞翔形态，快使用流星坠落。KO！ 耶！赢了！啊！输了！愿赌服输，快告诉我们是谁把我们的龙战士星云给弄坏了？先告诉你一个线索，弄坏龙战士星元的人戴着一个这样的戒指。戒指？这个戒指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你偷偷摸摸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哎，豆豆，你想到凶手了吗？没有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线索？还想要线索？那就得打败我的武器机器人变形飞鸿。好啊。那我也用武器机器人来迎战，骷髅牌变。上一局你输了，你先出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飞鸿使出绝招。凌云，快使出绝招！哎呦，威力这么大，豆豆，要不咱们别比了。再比下去，你该受伤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打败黑衣人，拿到线索，找到弄坏龙战士星元的人。星星。你为什么不让豆豆继续比赛？是不是心里有鬼呀？我才没有呢！我就是怕豆豆受伤，我不会受伤的。看我如何打败他！凌云变身，你变我也变，再来比一场。凌云剑给我上！飞鸿剑给我上！不行，我得故意输掉。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输了！你怎么能输呢？他输了有什么不好？快把线索给我！线索就是这个发卡。这个发卡？不就是你的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龙战士星云不是我弄坏的。好啊，你居然隐藏的这么深，看我怎么揍你！恶作剧成功，骷髅牌变，骷髅牌消灭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快让开，让我消灭这些怪兽。什么怪兽？他们明明都是人类。对，你休想污蔑他们。你们不相信我，总该相信奥特曼吧。奥特曼？难道奥特曼也觉得他们是怪兽？没错，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请奥特曼来证明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这么漂亮的小姐姐怎么就是怪兽啊？对，你说哪个奥特曼能证明她是怪兽？哼，等会儿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艾克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麦克赛斯奥特曼、泽塔奥特曼，嘿，就是迪迦。迪迦就能证明这个人类是怪兽。是马龙星人，我都说了这些人类是怪兽，你们非不信。哼，还不是因为马龙星人太狡猾了。没错，马龙星人已经被迪迦识别了，那这第二个小姐姐肯定不是怪兽。我的骷髅牌都把她抓住了，怎么可能不是怪兽？我看她就不像怪兽。你快把她放了。对，快把她放了。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要是还不信，我就再找一个奥特曼来证明一下。好啊，你找啊，找就找。这个小姐姐好像是泰罗奥特曼里面的角色。
有了，就用泰罗。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小姐姐的真面目。Thank you.
三卡片，我就可以提炼武魂昊天锤啦！在这个房间，提炼武魂锤，咔咔咔，到手啦！小李，原来是你偷了我们的道魂大卡片，是又怎么样？还亲自送上门来。什么？提炼昊天锤？骷髅牌！威力果然大。